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城市论坛》，我是苏敬恒。行政长官选举上星期举行了，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五就任命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7月1日就职。李克强就相信林郑月娥一定能够团结带领香港务实进取、奋发有为，开创更美好的明天。如果以行政長官梁振英的邏輯，這些就跟過年說恭喜發財一樣，是良好祝願來的，但是說了就不一定會發財。林鄭月娥怎樣才可以團結到社會呢？在她當選之後的第二天，就曾經參與佔中的九名人士就被起訴了，對社會是什麼的啟示呢？五年前梁振英說的香港營沒了影，五年之後的同行拍著相，是不是真的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呢？我今天的題目就是特首換人闖新天，林太期盼大團結，佔中傷疤忽灑鹽，女娲如何補撕裂。我今天是有四位嘉賓的，分別是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大家好；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大家好；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早晨大家好；和港區人大代表陳勇，大家好。現場還有來自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的同學，好，歡迎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講一下新特首怎樣可以做到大團結。在他林鄭月娥當選之後，就第二日立刻就有九名曾經參與佔中的人士被起訴，包括現在台上嘉賓張秀賢、前學聯常委。不過都想提醒台上嘉賓和現場的觀眾，我們今天不會討論到個別的案情內容，不會討論案情內容，例如張秀賢或者另外那八個人，他們在佔領期間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說過什麼、做過什麼，這些完全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希望大家留意。好了，既然張秀賢在這裡，不如問一問張秀賢，覺得今次這個這樣的檢控是不是好像佔中發起人陳建文所說是擴大撕裂呢？我想撕裂本身已經存在的了，即是說整個社會這幾年來其實就是一種瀰漫著一種好勇鬥狠、以鬥爭為綱的一種的、氛圍。這種是很不利香港、現在的政治狀態也好、社會狀態也好，什麼都是的。但是本身即是說佔領這件事本身就是因為八三一決定，也是因為重啟政改，本身撕裂已經存在了，即是拘捕我們，即我未必是覺得是擴大撕裂的，但問題就是你不修補裂痕嘛。即是佔領的時候，就算是說民意多少都好，但很明顯現在的民意就是大家對政改或者對八三一決定一個很大的爭議，那最健康或者最有建設性的做法應該是針對八三一或者針對政改，而不是說隨便拉幾個人就好像解決了問題，或者是余報章所說準備拉四十幾個人的，但拉完又怎樣呢？即拉完那些反對聲音是不會沒有的嘛。好，那我想張Sir簡單講了他的睇法，那我都問一問張達明先。其實林鄭月娥都有回應過今次的起訴，他就說修補社會撕裂不等於要在法治上妥協。張達明是即港大法律學院的首席講師，對林鄭月娥這個講法你怎麼看？當然這個講法是正確的，而且我想不單止是說 不代表是法治妥協，根本就無論任何情況之下我們都不應該妥協法治的，所以我也同意都不要將這個官司是不必要地太過政治化，即若有任何的證據顯示當中是有一些政治成分的，由在法庭審訊裡面是去提出來，讓法庭透過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程序是去處理。我相信讓回即香港很多的問題呢，希望重回正軌咯。因為我都同意張秀賢所說，即有些事情過往發生了，那個傷口是開了的了，而我們不可能去完全罔顧了以前發生的事，當以前的沒有到咯。現在回來緊要的呢是怎樣向前行，怎樣是讓香港可以重回正軌咯。好，咁又要問下陳勇啦。咁陳勇，頭先我都講過，陳勇今日係有好多個身份啦。咁
除了是这个人大代表也是反佔中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發起人。咁啊，而家有啲佔中嘅參與者被起訴，咁係咪都係即係都會贊成呢個咁嘅做法咁樣樣？我哋香港係法治之區，任何人呢如果違反法律，同先阿張大明講師都講咗啦，即係話我哋守護嘅係我哋法治嘅核心價值。喺呢個基礎之下，大家追求團結或者咧防止或者離合一啲撕裂咧，大家都贊成嘅。但係呢樣嘢唔可以用法治嚟做交換噶嘛。就等於咧，我哋見到啊，好多時懲教署去區議會講解啊，或者大家理解咧，有啲違法嘅人士，當佢入咗賊之後，咁然後更生啦，社會上係重新接納佢哋，同佢哋傾點樣令到更融入個社會咧，大家都贊成嘅。但係一日法庭未判咗，或者法庭判咗有啲人要受罰嘅時候，咁你就唔可以話由於佢大家避免撕裂，所以佢犯咗法都可以置之不理。如果咁嘅時候，我哋睇到破窗理論咧。大家都不想見到的，如果有人犯法而不能夠得到法治的彰顯的時候，社會就會亂的。還有一點我想補充的，就是說八三一那件事，我們看到今次的特首選舉呢，有一個比較好的現象，就是看到就算泛民的朋友，稍後可能兩位再解釋一下，泛民的朋友呢，他們是支持就是胡蘇作為候選人呢，但胡蘇先生呢其實是贊成八三一的，而且呢23條他都贊成的。如果在這個基礎之下呢，如果大家重新團結避免撕裂，可能這個是一個好的平台。因為如果是按照八三一的基礎，大家再重新去談的時候，那如果說選舉，似乎沒有人包括泛民的朋友，他們提名一位不是反對八三一，不是反對二十三條的人士去參選的，可能這個是一個契機都不定。好，都問一問鍾國斌，剛才如果像張秀賢所說，就是即雖然未必可能是擴大撕裂，但是都不像是一個修補的動作這樣，你認不認同？這樣我當然不認同啦，即如果違了法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者法律的審判呢，我相信這個是香港的法治精神是一直以往是有的。還有即大家知道，如果是佔中的時候，很多當時佔中發起人他們都預期了是會被檢控，亦是預期了是承擔這些法律的責任，所以只不過嗰個時間係幾時提出檢控咧？這個時間當然大家覺得就係話選舉完第二日就出現咗咧，呢個係巧合啊，定係專登啊，定係乜嘢？我哋就即係不能評估得到。但係即係預期被檢控咧，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咧係諗住係一定會發生的。但係個時間上係咪真係唔係幾好咧？令到公眾嘅印象？嗱，呢個當然律政司司長佢自己又有解釋過啦，咁係喺一個適合嘅時間，或者係佢搜證係有充足嘅證據，咁佢就提出嚟。咁啊呢個就由律政司佢自己去即係解釋翻俾大眾市民知嗰個時間係唔係一個適當嘅時間，或係咁啱巧合嘅時間。好，張大明。唔係，咁的確確個時間咧係幾不幸嘅。咁我之前都表達過咧。正正是這樣，其實我覺得是律政司應該要說多少資料的，因為如果他真的沒有一個所謂政治的考慮的成分，很簡單而已，你說回很基本的事實，究竟警方何時完成了調查交報告給他們，他們何時是去給他法律意見警方，這些很基本的事實不影響整個司法程序的，咁俾人睇得到，即係究竟你當中係唔係有個政治嘅考量，係咪專登要等到即係話個特首結束咗第二日，你先至去做呢個動作咯？因為我哋真係唔希望咧，無論警方有律政司也好咧，喺呢個檢控行動裡面咧，係滲入咗政治嘅考慮，因呢個咧係會幾即係影響香港個法治嘅執行。如果你冇嘅話，你咪公開交代啲資料俾人睇，等人信服咯。好，陳勇發言之前，我補充少少啊。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就話咧，律政司去年年底已經向警方提供有關佔領運動287名被捕人士的書面法律意見了，何時起訴呢？全權在警方手裏面，這個是梁家傑的說法。陳勇，其實我相信對這個檢控的時間，社會上包括我們在社區裏面聽到不滿意的聲音都挺多的，幾方面，其中一種聲音就是剛才兩位有說，另外一種呢就是有些朋友說他違法的情況已經兩年，為什麼會拖這麼久呢？而且當時那幾位朋友是自己說明的，願意接受
法律的制裁，而且他這件事如果他真的很堅持這種道德潔癖的時候，他覺得我以身犯法是為了彰顯他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念的時候，他都願意，他不是拒捕，也都不是說你調查的時候，甚至他自己說我不需要做辯護。假定是這樣的時候，檢控方為什麼要拖這麼長時間呢？中間有沒有一些，我們在社區裡面聽到不少的街坊的聲音，就說任何人犯法你正義要顯示，即是說要快速的嘛。可能有些街坊這樣說，他說如果人家要願意，那你要向律政司追究，那你我們會反映這個意見的。那如果是一早阻止了，或者說在法律上去進行法律的程序之後，可能就沒有了之後旺角年初一初二那個暴動都不頂的。所以有時我們覺得即是說執法呢，你都要迅速給我合理的空間合理的時間，令到市民大眾明白這個法治上呢是正義和維持得到的。好，張秀賢，我真的想知道你們的龍門在哪裡，你的標準在哪裡，即是說到拉佔中三子拉佔領的人，即是你們說得很口牙實齒的，法治啊，法治很重要啊，但另一邊七警又好朱警衛又好，你去哪裡啊？即是你們的法治標準在哪裡啊？犯法的人就有罪嘛，他們鐵證如山，即是說傳媒的證據很明顯的，為什麼你們又好像退退縮縮那樣，不好像我們拉我們那樣義正詞嚴呢？即是這個不講道理的嘛，即是大家即是講同一個標準，是啊，犯了事，即是疑似犯了事的人都應該要被人拘捕被起訴，還要盡快喎。現在朱經緯都是攤兩年的，為什麼你又不說那件事有問題呢？我們是贊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任何人犯法包括執法者都應該承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法但是判刑不公平，你就立刻即要搞集會啊，要批評個法官啊，批評個法官是外國人啊那些嘛，是不是？你好像說你那邊都有些人這樣選擇性的去選擇的，但這種你所說的那些是社會上很多種聲音，但你問我，我的意見很清晰，就是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只要違了法都應該呢承諸於法，而且執法部門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更加多人是更平等的嘛，是不是？即有更加多人是有特權，即覺得、如果犯了事的話就可以有捐款的，就可以有七百幾萬捐款的，即可能成千萬的。如果你講這個例子，就是說有些人呢教法律的人自己去違法，跟手呢選擇性地，而且當時是說作為一個領袖應該第一時間站在最前面的嘛，我們還有看到教法律的人撐七警，但是呢到出事的時候自己躲起來，這一種法律上或者政治上，沒有人躲起來，沒有人逃亡，是不是？沒有人逃亡。那如果你自己當時說，包括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可以說清楚，有些領袖在電視上說如果有什麼事他是第一時間站出來然後接受法律的制裁。誰啊？你可不可以說誰啊？包括大先生，包括他現在自首了，也都起訴了，但一開始最早的時候，但後來呢又走開了。你可不可以說一個例子，是有人說會去自首？我們現在就站出來去法庭，那又怎樣呢？當一些青年人被人家控告被人家拘捕的時候，但是領袖呢是站在後面，我們看到全世界包括昂山素姬，你有沒有說出一個例子是誰呢？剛才你說很具體的法律，沒事例就不要亂這麼批評。好，包括他自己，你等他解釋，因為剛才你說現在檢控緊，我就解釋清楚，可能說你自己不太方便，但是你自己有沒有挺身而出站在何生的前面有面對呢？張達明講解一下。張達明，我想這樣說，剛才看陳勇和張秀賢那個的、就是、對答，我相信正正是突顯緊現在林鄭月娥她說要想縫補撕裂，她面對那個很大的挑戰和困難。因為的確確我們要明白第一步，即是過去幾年香港的撕裂是加劇得很厲害的，原因當然各有各解讀，但個現象是真實的。我亦都看到香港似乎主流的意見都覺得我們受夠了，我們都不想香港繼續撕裂下去。現在就無論我們最初即怎樣懷疑林鄭她的能力也好等等都好，對我來說我自己都希望見得到可不可以一些東西重回正軌呢？可不可以大家真的過往做錯的事當然我們要處理回它，但另一方面怎樣是向前走的時候呢，我們是可以做到想說真的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別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呢也都要小心，有時真的不要讓人覺得呢你是好像張秀賢所說是說就是、對你有利你就贊成那件事，當你是你那個陣營是面對那個問題呢，接著 又有另外一個的表達，這種雙重標準呢
係會令到即係好多市民咧係會唔開心咯。咁我希望向前行咧，即係大家都可唔可以避免一種雙重標準啦。嗯，頭先張秀賢同陳勇就正正顯示咗我哋而家社會有幾撕裂啦。咁鍾國斌，但我覺得社會有不同嘅意見，或者佢哋認為有邊啲係不公平啊，或者公平啊，呢啲大家當然可以表述啦。但係我哋最要信任嘅就係我哋個司法制度，最信任就係我哋而家審判成個過程咧係好獨立，亦唔會理你係佢係邊個背景。人法官而家大家睇到法官就係做緊呢樣嘢，所以變咗社會有不同意見唔出奇，但係我哋嗰個司法獨立司法制度咧，我哋而家仲係好尊重，同埋亦睇得到出嚟個審判係公平同公正嘅。好，咁當然我哋亦即係認同就係話社會而家係撕裂咗嘅，個傷口點樣去修補咧？係要時間去慢慢修補，但係點樣修補咧？當然我哋而家未來有一個新嘅政府、新嘅特首。而阿林太咧，亦第一，佢選完之後，佢第一個宣言咧，亦講到明咧，佢要修補撕裂，令社會和諧。我哋亦期待呢樣嘢咧，睇下林太係點樣去盡快去做到呢樣嘢。好，陳勇精簡啊。我都好認同大家，都希望即係大家同一個標準，就等於咧今次泛民喺特首選舉裏邊，如果佢哋係接受。即係有一個支持八三一支持民意企喺六成支持曾俊華，你又唔支持曾俊華？一時又講民意話即係有好多聲音，你又唔跟主流民意？俾阿陳勇回應下先。即係我想講咧，大家都盡量避免雙重標準啫嘛。即係話，如果你係容忍或者接受一個支持八三一嘅候選人，你都支持嘅時候，咁當初其實如果你投贊成票喺立法會，已經政改過咗啦喎。我哋即刻今次咧已經每人有一票可以投到特首噶啦。第二個我想講咧，撕裂咧。是幾方面的，即既然有傷口已經產生了，大家都明白怎樣將它愈合呢，是大家一路向中間互相之間伸出橄欖枝的嘛。尤其今次的契機就是新的特首林太當選了之後，我們看到他將建制派其實已經拉近了，比如湯良，另外呢他都有很有誠意，我們見報道去找民主黨或者泛民的朋友，但我們現在看到泛民有些領袖說唔得啊！打死都唔可以俾我哋啲人才俾政府。嗱呢一種咧，退黨可以加入政府嘅。但係呢一種咧，我覺得如果佢哋容許係為香港做事嘅話咧，唔理左中右，只有人才願意為市民服務嘅時候，大家應該鼓勵嘅時候，嗰個傷口係容易愈合啲。千祈唔好喺傷口上邊咧再加一把鹽啫嘛。我覺得張秀賢，我覺得即係對你嚟講咧，民意同埋法治好似紙巾咁咧，用完就即棄㗎啦。即係問題就係我見唔到你標準去邊啊？民望比較高的曾俊華咧，又唔支持佢，支持一個民望落後三成的林鄭。即係講修補撕裂，其實撕裂係你哋造成嘅，即係修補建制派入邊嘅撕裂，即係同呢個修補主流民意嘅撕裂，即係修補主流民意嘅撕裂，本身就係修補緊建制派嘅撕裂啦，係咪啊？即係我哋見到今日咁嘅狀況，即係見到人舉牌鬧我，其實呢啲有唔同嘅聲音好正常啫。但問題就係個標準喺邊啊？一時講民意，但係一時咧。就去到而家咁樣就話我支持一個民意較低嘅人，因為佢有能力啲啊。支持七警嗰陣時就話哦，國法官判案有問題啊。我哋去到最尾，就算判咗幾耐都好，我哋都唔會批評法官。呢啲係捍衞個法治，真係捍衞法治。但希望你哋陣營嘅人唔好咁樣搬龍門，唔好雙重標準。嗱，如果受言興咧，如果受言興認為民意係唯一標準嘅時候，上一屆選唐良選嘅時候。CY 的民望最高的上一屆是八票多一點的，當時為什麼你不支持他，上一屆八票多一點的或者泛民為什麼不支持，我建議你看回去 民投那個結果，八票是多一點的，民主派的朋友是不會支持投給任何一個候選人的，就算何俊仁也不支持的，我們再次又是有這個撕裂的情況。你看回我一路的言行呢，我是堅持一件事是綜合分數的，你揀一個特首出嚟，佢係樣樣方面。中立分數啊！你見到用執政能力，中央信任，市民支持，仲有一個咧，愛國愛港噶嘛？1% 市民支持都得啦，真係。你考大學唔會淨係考一科噶嘛？我問一問陳勇啊，即係講到你支持林鄭月娥啦嚇，咁啊又講到啲即係行政立法關係咁啊。在呢一節完之前，問一問陳勇一個問題。最近有一個幾好的信息嘅喎，即係泛民同建制33個議員一起聯署。就即係希望取消 TSA 咁樣樣，但我見即係民建聯啦、自由黨都冇聯署喎。咁啊，陳勇你又係
即係林鄭月娥嘅競選辦副主任，咁點解你又唔支持林鄭月娥嘅一啲佢推出嘅政綱嘅政策咧？我支持佢嘛，嗯，我支持林鄭。咁你啲黨友咧？但你見到一樣嘢就話，每個人有自己嘅意見嘅時候，我唔可以代表成個政黨中央委員會自己決定噶嘛，我會尊重。但我想睇到呢個係一個好嘅契機嘅。你見到咧，無論現屆特首或者後任特首，泛民咧係響 TSA 呢方面比較務實啲嘅。如果佢係純咁，你哋咧？你哋唔務實。但我哋，你見到我哋民建聯，你見到我哋民建聯嗰個立場啊，講得好清楚就係話咧，我哋喺 TSA 即係 BCA 呢方面嘅一路嘅立場。你呢度唔夠時間俾我，我慢慢再同你解釋民建聯立場。嗱，張國軍嘅立場就係話 BCA 議事改良版本，當局已確保不會操練。蔣麗雲就話社會有人認為 BCA 有重要性，有助平衡學生程度及為他哋打好基礎，呢啲係咪就係？但你問我嘅意見咧，我自己意見就話咧 ，TSA 咧係的確唔妥當嘅。但你問我咧，我係希望尊重家長同埋同學仔同埋學校嘅選擇。到最後，如果能夠俾同學揀到，能夠俾學校揀到咧，佢哋自己願意，佢哋願意揀邊樣嘢，我係尊重嘅。咁至於呢個政策咧，係相當比較，即係大家有唔同嘅意見要爭議啊！我都接觸有啲家長咧，佢係中意同學仔咧，可能有啲成績比較好，我唔知阿壽賢兄係咪成績好嗰啲啊？佢中意考試嘅。我自己讀書嗰陣時咧，我係中意少啲功課嘅。但我想提一點，呢個係其中一個契機。如果大家能夠可以向中間去多啲傾嘅時候咧，我係鼓勵嘅。就算你問我自己個人嘅意見，我都係。尊重咧各方面，如果咁多立法會議員願意同後任特首傾嘅時候咧，我係鼓勵嘅。好，咁啊，阿鍾國斌想唔想回應下？你哋都冇聯署喎、哦，我哋係冇聯署嘅。不過我哋個睇法就係點咧？就係、嗱，政府有做咗一啲諮詢，有一個委員會做咗諮詢，就認為呢、這個 TSA 有要改善嘅空間，改良嘅空間。嗱咁做咗嗰個咁嘅報告出嚟，咁而家現屆政府就話：，我哋想試一次，喺五月份做咁。即係我哋覺得，即係話如果有一個咁嘅改良版，你試一次無妨。咁當然試咗出嚟個效果如何，我哋再審視啊。即係唔一定就話而家此刻就即時所有嘢都停頓咗唔做嘅。咁我哋想睇睇個效果如何。係咪即係話其實所謂嘅建制派大團結都係好表面嘅，即係好似由 TSA 已經兩大派都已經唔係好支持。咁又唔可以咁講嘅。咁因為始終即係每個黨政黨或者不同嘅團體，即係對嗰樣嘢有不同嘅睇法係好正常嘅。咁但係今次咧，即係喺教育嗰方面可以得到建制同埋泛民嘅議員都可以聯署，呢啲個我覺得亦一個係好嘅開始，即係唔係代表即係話所有嘢建制同泛民都不能可以坐低傾、坐低做，所以變咗呢個咁嘅起步咧，我覺得係一個好正面嘅信息嚟。好，我哋休息一陣先啊，陣間下一節翻嚟繼續傾。好，歡迎回來第二節城市論壇。我們今天是講一下新特首怎樣做到團結社會。剛才講到泛民建制議員就聯署是要求取消 TSA， 剛才鍾國斌講過，張瑞是否也有些意見想講講？我覺得好像兩位好像沒有看過聯署信，因為聯署信除了說要求各自小三 TSA 之外，劃是有劃的，即是有兩樣東西隨便做一樣就可以了，是隨便各自，一是就給家長和學生決定，即是陳勇這麼支持家長學生決定的話，應該是叫你的黨聯署，你作為這個民建聯的副主席，即是或者他不認同劃之前那個呢，即是問題就是，即是你是說，即是本身那個聯署信本身是處理現屆政府或者上幾屆政府遺留下來的問題嘛，因為我係本身我係學能測驗轉去 TSA 嗰代嚟噶嘛，咁我兩個試都考過嘅，咁即係 TSA 本身個問題已經係講緊積累好多年啦，本身係講緊係即係小六嗰個 TSA 同呢個中一升中試，即係係搭住，所以就微調一次噶啦。好，不過我哋今日唔係講 TSA 啊，唔係，但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見到嗰個問題係本身遺留落嚟嘅，咁本身處理佢係應該大家各個派別係應該。既然見到咁多民意支持，三個特首候選人都支持嘅，係應該快啲去解決，而唔係講緊拖到下一屆噶嘛。
即係而家梁振英咁樣玩，其實都係玩緊你哋競選辦㗎咋。好簡單啊！因為今日嘅題目唔係講呢樣嘢咧，我會幫阿壽延興你嗰個建議咧，翻去同我哋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反映。第二咧，你見到後任特首林太嘅政綱好清晰嘅，對呢方面我都唔重複啦。但我想提一點，點樣喺新特首上場之後咧，我哋愈合或者避免更大撕裂嘅時候咧，你見到一點嘅喺今次嘅選舉裏邊，建制派裏邊。林太咧攞到777票咧，其實已經將建制派凝聚咗好多啦，包括上一次撕裂嗰啲啊。第二，如果純粹建制派都未必咁多票嘅喎，中間有唔少嘅泛民嘅朋友，我哋相信啊，至少我自己堅信，有唔少咧佢係投票嘅時候投咗俾林太嘅。所以我哋見到其實新嘅特首或者新一屆嘅政府咧係有嗰、那個離合嗰個撕裂嘅空間同埋基礎。如果大家想社會上，不要再撕裂的時候，大家都應該向住好呢方面去努力。離合了建制派，但係無視了另外六成支持曾俊華同埋胡國興的民意咯。我想問一問陳勇，即係有啲報章啊，信報就形容，例如林大輝係即係林鄭月娥競選辦嘅主席團成員啦。咁啊，信報形容佢為即溶奶粉，就話因為林大輝就話咧，覺得林鄭月娥當選之後咧，點知第一步就觸礁啦，即係呢個 TSA 呢件事裡面啦，係一個好壞嘅開始，連自己舊老細都團結唔到，將來更加難團結其他反對派喎。會唔會有呢啲即溶奶粉咁嘅出現咧？我哋睇到電視咧，30-80咧都有唔同類別嘅健康嘅奶粉俾大家飲用噶嘛，所以只要係健康食品，歡迎大家可以吃多一些。我講了一樣嘢，如果這個社會想有愈合的時候，是30-80，大家都去向著中間有一個共同點去努力的嘛。如果你是想撕裂，反而簡單了，任何一個人，就算我同你，你比我英俊很多，但都可以找到一些你的缺點的嘛。所以如果大家想愈合的時候，應該求大同，包括壽延興又好。所以正正就是民建聯和這個自由黨就好像沒有在 TSA 呢件事度求大同咁樣樣咯，好似就係。你如果睇咧，我哋有自己好豐富、好詳盡嘅立場嘅。佢哋寫嗰個建議咧，同比起教起我哋嗰個咧，我哋覺得啊，我哋自己諗得更加長備，所以希望咧呢、這個意見俾政府，但係我哋尊重佢哋幾難得有呢個聯署。以後有冇機會可以探討下 TSA 呢件事啊？阿張達明，講開奶粉咧，依家政府同衛生署嘅政策咧，就崇尚天然好啲嘅。不要那麼多人工的東西，不要那麼多人為的即操控，這樣天然都會好一點的。女性的日頭，就但是即使 很快就是我相信就真的今次建制和泛民願意有人一起聯署是一個好的開始。我亦都認同鍾國斌所說，大團結呢不是代表要一言堂的，因為民主呢，真正的民主應該可以建立到咧，係嗰種嘅所謂和而不同，大家彼此尊重咧，呢、這個先至係我覺得係真正嗰種嘅民主嘅團結。但另一方面咧，亦都顯露緊咧，林鄭可能面對一個嘅困難咧，就究竟梁振英係咪真係咁配合支持佢去做佢團結嘅工作咧？似乎 TAC 事件咧就唔係，再加上梁振英依家成為國家領導人咧，咁佢將來嘅角色係點樣咧？呢、這個我哋都希望咧，真係可以放手到俾即係現屆政府，真係用翻高度自治。咁好快咧就回應多陳勇之前一兩點咧，就話譬如講到點解上一屆唔聽民意咧，搞清個事實先。當時咧 CY 個民望只得30%嘅啫，其實佢唔合格嘅，白票係多啲嘅，贊主流民意係贊，根本唔贊成佢做。第二，佢之前講到點解泛民啲人會可以支持到薯片叔叔咧，曾俊華咧？又搞錯事實，曾俊華佢好公開嘅論述咧，佢唔係支持831，佢同泛民傾完之後，佢係同意咧個諮詢咧係冇831嘅框架嘅前設去做一個諮詢，希望香港人嘅意見中央聽得到。當然佢有啲隱晦少少，佢冇胡官咁直接話當831冇到，但係佢比較隱晦少少，但言下之意好清楚。如果主流民意唔希望831唔可行嘅時候咧，中央聽到咧就可以修改。好，我哋而家交俾台下嘅朋友發表意見啦。我先交俾中華基督教會基源中學嘅同學。咁我想問阿陳勇先生啦。咁林鄭林太由擔任呢個政務司司長開期間，其實已經造成咗好多嘅社會撕裂同埋紛爭噶。咁喺政改諮詢期間，佢作為政改三人組嘅其中一員，但係佢就偏偏漠視咗市民對普選嘅訴求。由此可見，佢對呢個撕裂不同政治意見，佢係責無旁貸嘅。咁你又點解會覺得林太有足夠嘅能力同埋素質去兌現到佢嘅競選承諾，團結香港呢？
好，係咪另外仲有一位機緣中嘅同學想發表意見？呢題想問一下各位對於林太有關民生事務承擔嘅睇法。競選行政長官期間，林太以各種理由取消原定同天水圍基層居民嘅會面，甚至喺政綱入面隻字不提婦女權益。佢最後都有去天水圍嘅。呢種模式更加係撕裂香港嘅民生。呢、這個處處 disconnect 香港嘅未來特首，又點會為香港帶嚟團結呢？好，我交俾保衞香港運動副振中。不要搬龍門，泛民搞違法佔中是2014年頭的事來的，831是8月那時至做，要撕裂的不單止是政府和泛民的關係，是很多家庭大人和小孩子見得到違法佔中的人煽動小孩子出去犯法，所以呢佔領那些動亂暴徒啊，他要為到自己做的蘇州屎 去接受這個刑罰的，所以千萬不要賴曬話是嗰、那個831嘅問題，仲有另一樣嘢提埋你。好精準。你哋泛民唔係好尊重法庭嘅咋？阿黃毓民咧喺東區法院入邊叫狗官嘅，所以咧破壞法治係你佔中呢啲嘅暴徒所造成嘅。好。要修補嘅係你哋自己入獄找數先啦。好，唔該，交俾綠色衫呢位先生。好啦，新動力葉志生。咁我可以好肯定咁講一句咧，靠林鄭一個人咧係完全團結唔到香港嘅，因為團結香港係靠每一個香港人嘅。咁我見到其實台上邊阿陳勇同埋阿張秀賢嗰個感覺好似屋企兩父子咁噶，即各有各講咁。其實點樣去團結到香港，其實可以係喺屋企，大家團結翻自己屋企人之後先至跟住推而及此就可以團結到成個香港咯。而張達明同埋鍾國斌，我覺得佢都示範咗一個好嘅例子嘅，佢係起碼我感覺到佢係表現上尊重到唔同嘅聲音咯。好，唔該，我交俾後面戴帽呢位年輕朋友。經過咗呢個假選舉之後，林鄭做咗特首啦，即係之後個林鄭做咗特首之後，越嚟越多啲抗爭意識會被檢控啊！我唔期待咩五年內林鄭會做啲咩好事，我期待問林鄭希望林鄭可以撕裂社會吧。你希望佢撕裂社會？即係話搞到港人人心惶惶，正如董彪所講，有錢有辦法，冇錢基本法。再者，傅振中所頭先講嗰個黃毓民係泛民嘅人士係抹黑嘅，佢唔係泛民人士。好好，唔該曬，好交俾論壇之友嘅朋友。我係香港論壇之友，呢次選舉啊，真係我哋好幸運，選到我哋大家心目中嗰個特首阿林替咧，中央信得過，香港人信得過，自己嘅政府入邊做咁多年個工作，所以我哋信得過。自然呢啲泛民嗰啲佔中嗰班人咧，應該坐監噶，破壞到我哋香港嗰啲發展，你坐盡壞事。我啱啱從越南翻嚟，我睇越南好多華僑啊，話你啲嗰班就係佔中嗰個店嘅，而家都冇。越南華僑都關注佔中啊！係啊係啊係啊！好，我咁跟住交俾呢個維園衝鋒啊！啊，大哥，我係大陸豬啊，林鄭月娥，佢話佢發惡夢啊，佢話到宣誓嗰日咧都揾唔夠人就做班底嗱。公務員這次呢次就拿出良心來作出抉擇了。3月26日之後，我認為是一個分水嶺，香港已經再不是有兩制的了。一國一制呢，那些公務員就多了很多機會貪污，但是人工會逐步跟大陸公務員體系沒有好處的。多謝大家。好，論壇之後另一位成員。論壇之後啊，選就選得出來林太了，講說話是很硬的。我希望他們做兩件事，第一件起多啲屋，香港就冇黐住噶啦。第二件，香港應該取消咗個嗰、那個難民嘅咩嘢呀？係嘛？咁多難民走嚟香港做咩啊？佢一上岸，差佬捉到佢咧，有錢俾，有飯食，有行街紙，係嘛？應該呢啲係應該要取消咗噶啦。好，唔該，交俾後面戴眼鏡呢位先生。其實講話希望新特首求大同，希望泛民可以大家坐埋一齊。咁其實最主要嚟講就係話唔希望泛民再喺議會入邊繼續拉布啫。咁但係其實點解會拉布咧？其實只要新嘅特首再唔會再將一啲未有適當諮詢或者亂咁使公帑嘅法案間粗插入喺一啲民生嘅議案入邊中間。泛民根本就不需要拉布，其實這樣大家是不是好一點呢？
唔該。好，唔該，我哋休息一陣先，下一節翻嚟繼續台下發言啊。好，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城上談，今日講下新特首點樣可以團結到社會啊！繼續台下發言，交俾後面著外套呢位先生。係，我好相信咧，泛民咧唔會咧同咧特區政府咧嚟一個咧就大和解，同埋一個咧就縮窄個分裂嘅，因為咧佢咧認同咗呢度咧，泛民咧就變咗好似係一個咧建制派一樣，呢一度咧直接影響到佢哋以後咧嗰個選舉嗰個工程，你區議會同埋立法會嘅議席咧。佢就同建制派一樣咧，嗰、那個應該咧係對佢哋係好蝕張嘅。我覺得咧，新一屆嘅特區政府咧，未來五年咧都係咧保持自己咁嘅現狀，喺呢、這個大和解度咧係好難處理得到嘅。好，跟住係我交俾光復論壇啊。今日想講啲冇養分嘅嘢。首先回應阿傅振中咧，就係、是、沒有八三一咧，就唔會由小圈子佔中變咗做幾廿萬人嘅全民佔中。仲有一樣嘢就係、是、陳勇，我想同你講，如果你話待住先咧，因為待住先咧，阿林鄭七百幾票入閘，其他人根本入唔到閘。咁我想問你，一人一票要嚟做咩咧？喂，其實咧，我想講你支持嗰位林太啊，佢去落區嘅時候啊。佢去到嗰個叫做東匯村啟德名，佢辦落區，但係佢對隔離嗰啲沿水居民完全都毫不關心嘅。咁呢個人絕對唔係女鍋，係女禍啊！好，唔該，交俾戴太陽眼鏡呢位先生啊。我咧香港就喺香港就76年，我係覺得而家就最好嘅時候間啦嚇。而家係最好啊！我哋係冇黨冇派嘅，我喺香港76年嚇。但係咧，我就唔中意阿張先生教啲學生反中亂港嚇，好話唔聽，搞到依家大學咧嚇、吸收得唔冇嚇。嗱、咁講啊，你話成為啊，好話唔聽啊嚇教授，你哋點嘅教授啊嚇？為到你啊，我喺一個死隊啊。好得、明白，好唔該曬啊，交俾公民黨陳宇明。公民黨陳宇明，我首先想講公民抗命無畏無懼。咁我哋嗰陣時走得嚟出嚟佔中嘅話咧，我哋今日就係願意承擔到刑責嘅。第二樣我想講就話，我想全香港市民留意，我哋今次要唔到薯片中蘇，係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唔肯俾我哋，係佢哋漠視民意，所以呢啲一定要票債票償。喺未來嘅選舉，大家認住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唔好再投票俾佢哋，等民意嘅代表先至可以出到聲嘅。好，跟住交俾大眼鏡。英國人就真係犀利啊！離開咗20年，喺佢剩低嘅漩渦入邊，香港越嚟越撕裂。香港佔中咩問題啊？就係房屋供應嘅問題。香港以前嘅公務員啊，係唔可以係唔會參與買樓嘅，係住宿舍啊。90年黃明明改咗，大量咁樣津貼佢哋買樓。公僕黨變咗地產黨，樓都係最重要。你呢個就係有，你有10間，我冇，我踎都冇得冇，點樣大同啊？這個林鄭其實佢唔敢碰呢個問題。其實要取消曬而家千幾個公務員，高級公務員啊，每人仲每個月攞緊27000津貼去供樓，佢哋變咗地產黨，佢哋唔會去解決房屋問題，好香港就一路撕裂落去。好，呢、這個交俾英國人嘅陰謀，交俾林鄭月娥再考慮啊。好啦，我哋翻返去台上先啦，好多唔同嘅問題問唔同嘉賓，想唔想回應下台下嘅朋友幾位？啊，張秀燕，我咁諗嘅，即係本身即係。佔領的問題，即係你話係咪出自八三一？咁一定係啦。你見到八三一嘅決定，或者之前白皮書都好，大家都即係講緊香港市民都好反對，成個聲音當時嘅撕裂，其實即係講緊撕裂最嚴重嗰下，其實由嗰下開始嘅。即係大家唔可以當啲歷史係冇到嘅，即係唔可以當即係實質上嘅民情冇到嘅。即係大家即係今日咁嘅舉牌又好，或者係以前。以前邊有咁嘅狀況啊？12年之前，咁12年之後點解會出現咁嘅狀況啊？就因為成個社會以鬥爭為綱啊嘛，即係大家都係想修補撕裂嘅。但問題就係、是，即係有呢啲即係唔同嘅扣帽子啊、雙重標準嘅情況之下，即係何來大和解咧？大家都想團結㗎。好啊，陳勇。係頭先台下有朋友講咧，我同阿秀賢兄好似屋企兩父子嗌霎啊，唔係嘅，雖然。我比他大一點，但我沒那麼老，兩兄弟而已，即自己700萬人都是兄弟姊妹。我想提一件事，就是你說林太的政績，剛才有朋友都問你，過去36年他做
公務工作的時候得到大家的讚賞，而且他長期都是問責官員裏面民望最高的其中一位，大家有得看的，而你都看到他政綱，他以往的政績，他未來的政綱，他寫得這麼實的時候，很多東西具體有落實得到，他才寫下去，這件事不是純粹選舉操作，是希望他能夠做得到的，這個我有信心。咁第二個想講咧，個撕裂嗰方面咧，見到今次嘅選舉或者林太宣布佢參選之後，佢係最努力去做嘅。選舉裏邊有好多鬥抹黑咧，佢係做得最少嗰位嘅。啊，就算人哋抹黑，佢都盡可能容忍嘅意思咧，就係希望將來大家有機會選舉過後咧，能夠即係重回正軌，容易傾。反而咧有一樣，我覺得泛民嘅朋友咧要留意嘅，你見到佢哋話反撕裂，但係咧胡官佢認為胡官最能夠代表佢政綱。俾咗百幾票，提名嗰陣最多嘅票嘅喎，得票嗰陣得廿一票。呢、這個策略嚟嘅。呢個策略係好傷人嘅。你不如一開始冇提名胡官，將佢捧咗上去，跟住懟咗佢落海。咁呢樣嘢咧，我覺得政治上係唔係好道德嘅。第二樣嘢我就補充一精簡啊，精簡。係啦，長毛長期大家冇人反對佢唔係泛民啊，係嘛？但係咧，泛民嘅朋友寧願一票都唔提名俾佢。咁呢樣嘢係咪令到泛民自己要撕裂咗咧？所以其中一樣嘢，泛民應該盡快咧將胡官啊、長毛啊、大家呢一種咧愈合，先至去愈合整個社會咯。佢哋都會處理噶啦嚇。另外兩位張達明，我想好快試下將個焦點擺喺鄉事壇點樣行先啦。即係一方面咧，坦白講，我覺得阿林太咧喺選舉期間咧個表現咧，我係幾失望嘅。即係佢出現咗幾多真係講錯嘢啊，又講翻轉頭啊，即係俾人好一種懷疑咧，究竟佢係唔係淨係所謂充滿自信，但係缺乏自知？但另一方面咧，亦都公道啲去睇咧，佢最近呢個禮拜咧，我睇佢當選之後咧，其實佢係有進步嘅，佢個言論，即係當選之後嗰個宣言，其實係講得唔錯嘅。咁當然佢又要明白一樣嘢咧。不會是因為幾日他的言論表現就可以改變到很多對他懷疑或者對他甚至不喜歡他的人那種看法。而現實是這樣，我看回我網上的留言都看到的，香港很多人呢其實是真的很不喜歡他，很不相信他，覺得他真的是梁振英 2.0。 他要去，如果真的想做團結呢，我想有幾步他要做的。第一，他真的要身體力行，俾大家睇到佢點樣去面對一啲嘅批評嘅聲音，佢可以比較寬容去處理。第二一個實事啦，佢個問責班子、佢嘅團隊，可唔可以俾人睇得到，真係可以好似佢所講廣納賢能，唔係淨係以前咁樣，淨係揾一啲所謂極左嘅人係去做，而係真係可以唔同嘅光譜人，佢嘅能力可以做得到。同埋最緊要嘅咧，就係話都要真係中央亦都真係要俾到嗰個放任。即係放手俾到佢，真係做翻個高度自治嗰樣嘢。大家我有眼睇，我相信唔會短期內做得到。但係如果佢真係想做咧，真係要持之以恆。大家起碼要睇一年，佢係咪真係可以貫徹到佢心目中做嘅嘢？好，鍾國斌嗱，我係覺得無論講八三一又好，佔中又好，呢啲已經過去咗㗎啦。同埋呢兩樣嘢咧，如果大家都認為係撕裂社會嘅嘢咧，我哋而家係講緊要修補翻香港啊嘛。大家問下香港人而家要乜嘢？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就希望一個和諧嘅社會。咁點樣做得到呢個和諧嘅社會？我哋應該向呢個方向行，就唔好講翻啲歷史八三一啊、佔中嘅嘢。點樣去和諧呢？我相信阿林太要做好大力嘅功夫咧，要令到不同嘅黨派嘅朋友信任佢啦。但係最緊要一樣嘢，不同嘅黨派嘅或者甚至乎政府唔應該要有前設開條件出嚟，要人哋對方做到啲乜嘢我先肯做，咁對香港係冇益處嘅。同埋咧，當然我明白不同嘅政黨、不同嘅黨派有自己嘅立場，但係大家把口都係講緊話為要香港好，咁點樣為香港好咧？咁一定要大家一齊向前行，一齊坐低傾。就不是話我要咁樣，我有咁嘅前設，你先可以對香港好。所以變咗最終當然政府新一屆政府要主動去同不同嘅黨派係合作傾偈，甚至乎第一次人哋拒絕，你繼續要不同嘅鍥而不捨地去爭取大家嘅支持同埋認同嘅信心。
好，最後幾分鐘啊，想問一問一個問題，頭先張達明或者其他嘉賓都有提出，就係班子嗰度係咪可以有啲泛民嘅朋友加入咁樣樣？咁啊，我哋有兩位都即係泛民嘅朋友啦嚇，會唔會都支持泛民嘅朋友加入呢個林鄭月娥嘅班子咁樣樣？張達明，好難咁空泛咁樣去講嘅，但我自己都希望咧，即係無論之前係有幾多懷疑都好，對我嚟講咧。即係香港人好可愛嘅，有時都會仍然俾機會佢嘅。咁但係當然大家咧就係會好有戒心咁樣俾機會佢。咁啊，正如鍾國斌所講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係真要做多啲功夫，憑做實事去說服到一啲原本對佢懷疑甚至反對嘅人，可唔可以轉向去支持佢？呢個真係要考佢嘅功力咯。亦都係希望佢幫佢嘅團隊嘅人咧，唔好再塗脂抹粉咧，唔好再講話佢點樣係高民望當選啊，香港人擁戴當選咯。因為大家睇翻客觀嘅數據、客觀嘅民調啦，所以我講你問我咧，如果林鄭最好嘅咧，佢睇翻多啲曾俊華嘅政綱，佢講嗰啲咩嘢，幫去執行去曾俊華佢講嗰啲嘢，嗰啲啊真係咧香港人會受落嘅嘢。好，問一句張秀賢啊，林鄭月娥助選團都有學民思潮成員喎，都足見包容啊，係嘛？唔係，我覺得佢自己個人選擇啫，呢個係，但係。對我哋嚟講，即係林鄭喺咁嘅情況之下當選，新一屆即係除咗民生議題，可能大家都仲會討論之外，即係我諗，就算同建制派都係一個可以合作嚟講，支持學生自殺又好 ，TSA 又好，其實一直都有合作啲議題㗎，即係防止自殺，即係學生自殺呢個議題上邊係啦，咁所以即係民生議題絕對有合作嘅，但係入班子即係問題就係你要係完全去擁護呢、這個。即係政府嘅施政，特別係講緊777票嘅政府施政嘅話，我諗好多泛民主派都要諗，佢入咗政府之後，佢係要付上好大嘅代價嘅，即係最起碼，即係你係違背咗自己一直以嚟相信嗰套嘅即係理念啊，或者原則啊，即係特別係如果即係大家會覺得曾俊華當選好過林鄭嘅，咁今日林鄭選咗撕裂咗，咁係咪應該仲去呢個班子服務咧？好啦，我哋今日到呢度啦，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拜拜。